这是 Nico。 Minion들이 상성되었습니다。别着急，在这等他啊。哎，这是 Nico 啊，卡特上单啊。三秒有益。兑换一，还行吧，可以接受啊，兄弟。但是他有传送，他升了。欧巴。哎呦我操，挺烦人的。他没有闪，我们的眼儿被沙口给排了哈。我把饼干吃了吧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杀这妮可。我们不从上面上啊，不从上面走，从上面走那沙口要截我，从左边走。我这实在是没法去，哥，啤酒人，咱实在是没法去，你知道吗？这兵线太次了。我要挨抓呀，这怎么办啊？没事，这回行，这回可以走了。亚索是真的忙，亚索老得去支援。我决定先出个影魔刀。他控兵线卡兵线，这波必须得吃掉啊，这个兵线是必须得有的。
这真没啥办法，这玩意儿很烦啊。关键我兵线太多了，我没办法上去跟他打。还行，一换一。哎，这没换掉，可恶。他升了，好像升了一下。谢谢亲叔叔的小星星。真是膈应人呐，这东西。确实是很膈应人。影魔刀出没用，出水银鞋。影魔刀加攻击力呀，水银鞋不加攻击力，而且有个盾。其实不好打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的兵线比较好，我们塔下得收兵，我不收兵跟他打，我要是死了，我这代价太大了。没事，慢慢打吧。这玩意儿呢，线上是很厉害的，没关系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저기학살중입니다再收他一波。四层塔皮有点无敌，这收的舒服啊。吃口屎的，回头上去把他杀了。来，
他为什么这么不怕死呢？哎呦我撒口，我咋了？杀一个，杀一个就行，飘着亚索去飞了，哎，飘呢？这就别炸了，炸它干嘛？不说炸薅着了。谁到了？这也能攒着？我 W 都出去了，还能攒着？这范围有点大。不过这波挺赚的。人没了，呀，没错，哎，人没了，挂机了。死不了，他二速鞋吗？这玩意儿挂机了。哎，没挂机，变沙口了。我说的嘛。这家伙。적을처치했습니다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포탑을先把他灯塔拔了，然后我们往上走，这都一尸两命了。没杀掉，反应有点快 ，Q 都没出来就 Q 走了。十级还行，回家出三项。这波没有二速鞋挺难受的，打他们家又得杀卡特，又得杀着薅着，还得杀沙口，还得杀派克，杀的人有点多呀。
马上到，马上到，马上到，马上到。可以杀漂亮。这波对面一下死的有点多。小心点的薅着啊。眼儿是真有点多呀。没地方去呀。他升十一了，我们上去收一波，收完下来，下来拿小龙。第三条龙不能给了，第三条龙再给就有点那啥了。全死！我操，这亚索也太顺了！哎呦我丝滑，但是这你这再那啥就有点问题了，这就不能再上了啊！打去打个峡谷去，哎，把中二塔拔了。红红红红，红完事峡谷。会不会打出事儿啊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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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打不了。峡谷下班吧，不要了。哎，这都能给我勾回来、啊。派克勾我知道，他能跟我勾过墙，我属实是没想到。一会儿大龙别丢了。狼了一波啊，薛威是有点狼了，我们家这就是不应该跟对面打了，你知道吧，上一波已经给对面打的已经就是打回来一波，下一波再跟他们打再打回来一波就好了，连打两波我们家肯定是打不过。
这就有点乱打。这野区没法进，我们中推。直接中推，这都不跟他在野区玩。开的好啊，这妮蔻开的我们没有反应啊，这英雄隐身没有那啥呀，没有大招特效啊。亚索被秒没接大，他也没办法，他接不了大。直接也秒了，他都没办法接大。来呀，亚索赶紧过来呀！亚索不来，俺们咋去？咋打呀？这波呀！干啥去了？不要了是吧？不要了也行，不要了就给了吧。谁死了？妮蔻死了。这杀扣可以啊，给我杀，兄弟们！这家伙。全让他给斩了呢，我操！哎，这不追他，他都没有意义了。黑切来一个，亚索血手出不了，但他可以出春哥。
这个妮蔻其实挺克我们家的，上去就吃控，全近战上去就吃控，尤其是这亚索吃控就死。所以我们这黑切出完必须得赶紧走个村哥，先整个钉。没有钱呢，就这么点钱。开个门。就杀这妮蔻啊！这个东西是打，哎，漂亮！有大没有？我杀 ，nice！ 可以下高地，可以下高地，可以下高地。就杀这个妮蔻，你知道吧？他是打我们家最重要的一个人，必须得把他杀了。只要他先死，我们家团战就能赢。因为其他人都很脆，没有人能开得了团，只有他能开。你确定要大龙换龙魂吗？那也不合适。对呀，那也不合适。早点开好了，开慢了。没事，他们家薅着也没带。那大龙换龙魂感觉不合适，真不合适。除非我们下波能把对面一波了。这个东西必须得杀。全是视野。上路也可以。啤酒人大的有点着急了啊。
这薅着啊！这都没打赢，我天哪！这是怎么没打赢的呢？不应该呀、啊！他大空了，卡特把 AD 秒了，可能卡特把 AD 杀了，就没打赢。我需要1400块钱。亚索刚没春哥吧？有啊，春哥怎么掉了还没打赢？我天，好怪呀、啊！还推呀、啊？感觉上一波推的都已经就是挺难打的了，都。这波要是再推，是不是有点费劲了？漂亮，薅着死了，把他给我杀了。哎呀，哪来个杀手？直接上推，上推，上推，看能不能一波。我估计差不多，那派克19秒，卡特17秒，我有影魔刀，差不了太多。那啤酒人别扛塔呀！出来就给你斩了，我跟你说。漂亮，拆拆拆拆拆拆拆，快拆！最后一波亚索没死。